这段影片要介绍如何用大陆团队所开发的越狱工具盘古 Pengu 来越狱最新的 iOS 7.1.1 系统。不管是 iPhone、iPad 或 iPad Touch， 只要能升级 iOS 7.1， 就能使用这款工具越狱。目前这款工具只有 Windows 版本。越狱前，请先用 USB 线将 iPhone 与电脑连接，然后到设定一般自动锁定，选择永固，然后开启电脑中的盘古越狱程式。请将这个勾取消掉，这样就不会安装 PP 助手。然后点击越狱，程式界面是乱码没关系，因为这是简体中文。它会提示你到设定一般时间与日期，将自动设定关闭，然后设定时间，选择6月2号。将时间设定到6月2号即可，然后回到主画面，然后点击盘古 APP， 然后选择继续。解锁。如果主画面的盘古图标消失，显示 CDR 表示已经越狱成功。